老妈，我讲给你的，你命很硬啊，你有一点克夫的。已经是的，对的。哎呦，对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当心啊。所以你跟女儿讲话少讲，气场不通，那少讲话就不克她。你们知道克人是怎么克的吗？并不是说住在一起会克她，那住在一起没办法，但是一讲话就克她了。所以很多女的啊，被老公克是怎么克？那个男的一讲话，这个女的气得嘞讲不出话出来，被他克住了。实际上是气场克，有的男的呢被老婆一讲话气得嘞闷住了，讲不出话出来，被他克住了。你呢少讲你女儿，你就不克她了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哎呦，多念心经，老妈妈，每天要念49遍。好。还不要轻易的跟菩萨去讲啊，说哎呀，菩萨你惩罚某某某啊。没有，不要讲啊。好。啊，好了。好，谢谢老台长，谢谢台长。